Your sin has changed since the day before. You rub your hands to go to work. I'm tired, yeah, I'm tired. Hello， 我是陈瑶，然后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化妆包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东西。首先呢是这把小梳子，女生出门的时候带一把梳子，尤其是披头发的时候会比较方便。有梳子当然不能离了镜子啦。咦，可爱吗？然后这个是我平常常用的一款气垫粉底，携带会比较方便，补妆也比较方便。但是它和就是其他的气垫不一样，就是它涂上之后不会很油腻，比较清爽，自己平常也会比较喜欢用。这个有点奇怪，是我的针线包。因为平常有的时候拍东西的时候，因为我很瘦嘛，就会需要缝缝补补的什么的，假缝一下啊，或者怎么样。小剪刀有的时候也可以用来没事的时候剪纸啊，剪点小纸人，然后送给你。还有这个，你们猜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可不是马卡龙哦，是药盒。药不能停，这是一些治牙疼的药，因为前段时间长智齿，所以就有随身带在身上。这个是护手霜，因为觉得天气还比较干燥，所以平常会用它来擦一下手。眼药水，平常工作久了就会滴一下，缓解一下疲劳。然后它的颜色我也觉得很好看，所以就收藏起来。然后就是我现在剪了短头发，特别容易乱，就有很多五颜六色的小卡子，有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把它这样夹在头上，然后比较方便一点。好啦，这就是我化妆包里面所有的东西，应该也不算化妆包吧，生活用品包。然后我手裤，做个酷女孩，我是陈瑶。可能是底妆吧，因为我觉得做好第一步很重要，如果把底妆画好的话，其实给整个妆面都能很大的加分，类似于就是我今天涂的这一种。但是其实很多场合都是在涂这种颜色，因为觉得很有少女感。今天的妆容挺喜欢的，很干净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觉得底妆很重要。然后呢就是眼睛妆不能太浓，淡一点我觉得比较好看，清爽也比较干净。大家好，我是陈瑶，以上就是我的 It Girl 最潮态度。